蔡依林从12月31日起开启 Ugly Beauty 巡回最终场，天后一连带来多首经典舞曲，超强的歌唱实力和震撼的视觉效果让全场嗨到不行。然而在2日迎来第三场演出，在要唱《玫瑰少年》时，他感性的说：“大家都很在乎点阅率，我们都深陷其中。每次上传影片与照片，踏上自我毁灭风险，常常自我怀疑，这是我不断生活中发生的事。”接着哽咽表示：“也许只有一个人把我的话放在心里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可以给你些微的力量。”说完之后，当要唱歌时，他就泪崩了，更速度转身拭泪，长达20秒无法开口唱歌。最后，他也向万名观众鞠躬，表达谢谢歌迷的心。